你接着说。这事儿儿臣也不用多嘴，华妈只要问问二哥宫里的那个傻瓜太监就知道了。大哥给他银子，给他古玩，叫他把一个什么东西藏在二哥的枕头里，又叫他把一些什么东西埋在玉清宫的墙角下面。什么东西啊？写着二哥的姓名和生辰八字的小人儿。也真。应芷，你既然早知道这事儿，为什么直到今天才说出来？你的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？儿臣迂腐，有道是子不语怪力乱神，再说也不曾想到大哥会有夺嫡之心，因此听了此事只当是乱风过耳，今日看来此事确实是真的，所以至今方才奏臣。你不二十四史，多少宫闱惨变，多少萧墙祸起，不都是这样酿成的吗？张廷玉，臣在。即刻拟旨，削去应芝一切爵位，革掉所有差事，罢为庶人，送宗人府，永远圈禁。这。还有，传旨下去，朕要回京。狗的，这伙子家奴不省事儿，连个饭盒子都不晓得送，真冻死人了。哎，这园子里叫怎么还不来呀？我十三爷呢？不许哭，起轿回府。这，走吧。太子爷，起来吃饭了。你别抓我，我没病变。太子爷，没谁抓你，奴才们是给您送饭来了。别抓我，来吧，吃饭吧。想害死我呀？你们想害死我？饭里有毒，我不吃，快拿走，我不吃。饭里有毒，哎呀，饭里有毒，有人要毒死我呀！哎呀，要毒死我！来人呐！要毒死我呀！人都死到哪儿去了？放在这儿。要冻死我呀！你们先下去吧。这。给
奴才，你们仗了谁的势了？屠地琛，我大哥那儿没有火吗？是，皇上只叫奴才们给十三爷和太子爷送火，没叫给他送火。去，把我的火给大哥送去。这，送去。这，来人，把火送到大爷屋子里去。这。 十三爷，十三爷，这是奴才孝敬您的，喝着暖暖身子。屠立琛，好奴才，你都没忘了十三爷好这个。十三爷，我们这些人都是您带出来的。 瞧，又来人了，哟，这不是屠立琛屠大人吗？是吗？他是大内侍卫领班，护着皇上去热河围猎。这出城的时候我见着了。哎，怎么着？他倒先回来了。没事。哟，屠大人，屠大人，屠大人回来了。哎，屠大人，屠大人回来了，回来了啊！回来了啊！哎，屠大人，问您个事儿，就是。 屠大人，想问问您，热河那边究竟出什么事儿了？就是，说说，透点消息吧，那边情况给我们说说啊。好了好了，我看你们这些官儿是越做越回去了，打听这些事干什么？想添乱子吗？ 下官屠立琛参见佟大人，起来吧。屠大人，屠大人，屠大人，我有话说。屠大人，我也不向您打听什么，我只请您把这些东西给大爷捎回去，让我尽点小心。胡来，拉下去。 找个铜钟塔，走，我是大爷一手带出来的，给大爷捎点东西，有什么不对呀？吴大人是皇上派来传谕的亲使，不是给你捎东西的驿差。今儿我有言在先，任何人不得去屠大人那儿打探消息，不许挡驾。 是，这事情可不好办。哎，二爷，您请吧，老爷在书房正等着您呢。嘿，别把那鹰喂太饱了，你想把它撑死啊？
二爷，您请，您请。六叔，侄儿给您请安来了。坐吧。哎，怎么？你来找我办事儿？是啊，六叔。侄儿想。您在这个当口很需要用人，俗话说，上阵还要父子兵，不是？侄儿想，眼下这件大事儿，兴许我就，给您出把力。我说小多子，你今儿是给六叔打哑谜来了？什么这当口啊，这件大事啊，你说的到底是什么事啊？六叔，侄儿始终就没弄明白，这么多年您当着朝廷的辅相，多少人在您的手里飞黄腾达，多少才能资历不及侄儿的人都开衙见府起居八座了，您就不愿意提携侄儿一把呀？平时来找您，您总说没机会，可眼下这太子就要废了，新太子即将拥立，你找了这么多人来商量，您怎么就不肯给侄儿一个机会了？就算我这个做侄子的使您讨厌，可是您念在我死去的亲爹份上，您亲哥哥的份上，您怎么也不能这样绝情不是？六叔，说完了，潦倒发牢骚，怨天尤人，从来也不反省反省自己。当年你若不是擅离职守，私自从边关跑回来，能落得今天这个样子，看你现在的样子，飞扬浮躁，什么旧太子要废，新太子要立，你当这是投注押宝呢？押中了就能飞黄腾达？要是押不对呢，就会身败名裂，永世不得翻身。开口机会，闭口机会，哼，哪有那么多现成的机会等着你啊？什么人都能看到的事儿，都能掺和进来的事儿，那还叫机会吗？小多子啊，你这碗水还浅着呢。好吧，你今儿来不是要我给你一个差事吗？差事我可以给你一个，可是机会你得自己去找。哎哎，拿去吧。谢六叔啊，谢六叔。六叔，您就让侄儿到理藩院当个守监的。你去不去啊？
眼下就这个差事。行，我去。站住！小多子，你可给我记住了，什么废太子、立太子的事儿，少掺和。要是跌了跟头，六叔救不了你。康熙四十七年冬，皇帝御驾从热河返京。和以往不同的是，太子的身边已经没有了仪仗，而和他同时囚禁的还有两位阿哥。臣等恭迎圣驾还京。臣等叩迎圣驾。张五哥，在。皇上。去把王善师傅搀上车来。这王师傅，皇上叫您过去。皇上叫我过去？是，我扶您过去。哎，起驾！起驾！正。打一万。吃了，吃了。这张牌要是一出，弄不好要放炮啊！哎，你到底出不出？出一饼。哎，搬这儿来。嗯，糊了。散翻。哎哎，快散翻，快散翻啊！哎，大人，刚解了一个新关押的，关进去不就得了吗？散翻，散翻。大人，这个人恐怕得您去安排才行。哎，我说你有完没完啊？什么人？是十三爷。尚书房特意安排的。
哎呦，我的十三爷，奴才隆科多叩见十三爷。哎，这儿怎么是你当差啊？那能伺候十三爷的不是奴才的福分吗？得得得得得得，要是论辈分的话，我还得叫你声舅舅。可是论眼下，你是管着我的牢头，我怎么敢叫你伺候我呢？得嘞，十三爷，既然您这么说，那么我也不说伺候您，也不说管着您。咱们这么着吧，啊，就像咱们当年在西北打仗的时候那样，有空我就陪着您，咱们是一块儿喝酒聊天，到时候呢，我再给您找点乐子。好，痛快，那咱们一言为定，这，走。不知中堂说的这个看看是看什么呢？还请中堂赐教。老臣的意思是请九爷转告八爷，要沉住气，不要急。所谓看看再说，第一个看是看天心，第二个看是看民意。当然有时候天心也能够左右民意，而有时候民意也能影响天心啊。其实依八爷和我看来，中堂您是既能够影响天心，也能够影响民意啊。哎，严重严重，九爷可千万不能这么说呀。这屋里叹气太重了啊。好，那我告辞了。哎，好好好好。朕10月16日自热河发来的谕旨，你们都看到了。朕停用了太子的一切印信，太子不尽职，不修德，身失朕望，为了上不负列祖列宗在天之托，下不负天下臣民之望，朕决意废黜胤禛的太子名位。皇上，臣有本奏，请皇上，请皇上见纳。我知道你要说话，但朕今天不想听你再说。你是一个正人君子，为了辅导太子数十年呕心沥血，朕一直心存感激。这就是朕为什么要招你同车共衬的原因呢？作为师父，你尽了责；作为父亲，朕也尽了心。无奈所着非欲，难成大器。你也不要过于伤心，啊！皇上如此褒奖老臣，更令老臣惭愧无地。今日
老臣冒死进言，皇上见纳，老臣要说；皇上不见纳，老臣还要说。倘若皇上不许老臣开口，臣就撞死在金阶，到九泉之下向列祖列宗去说。好，说说说。谢皇上，臣以为太子虽有错，错不在于太子一人；太子虽有过，过不至于废黜。皇上适才说太子不尽职，我请问，自从太子辅政以来，六部公卿有几位大人尽职辅佐太子，擅为谋政？皇上说太子不修德，尚书房几位重臣都有匡正得失的职责，佟国维、马齐、张廷玉几时对太子赞善旷施？诸位皇子除一二位辅助太子理政，其余的各位阿哥谁不是各自为政，因为半阻，甚至还有暗中掩阵者，时至今日将所有的过失归于太子一身，这是不教而诛，不但不能服天下臣民之心，而且对满朝文武百官怎么交代呀？也难以对列祖列宗在天之灵，皇上，您不能这样对待战战兢兢三十几年的太子啊！说得好，说得好，朕是不教而诛，无道昏君。那么你是他的师父，他变成这个样子，你又该当何罪呢？臣罪滔天，臣罪当诛啊！就在皇上召臣同坐御辇之前，臣已让家人为臣准备好了棺材，臣只等说了这番话，就以一死谢罪。好一个忠臣！你如此咆哮朝廷，侮辱君父，骂尽皇子百官，一死就能抵罪吗？老臣全家三十余口，甘愿陪臣一同就死。王师傅，你以一死博取忠名，却把一个杀忠臣的罪名强加在皇上的头上，难道这就是圣人教你的忠恕之道吗？这老臣却未想到。可是如果我不死，又怎么能对得起太子啊？你死了，岂不更加有伤皇上的圣德之名？你岂不更陷太子于不忠不孝之地吗？哼，他想做忠臣，只怕没那么容易。来啊，在，把王善送回家去，交给他儿子看管。倘若有个三长两短，朕就问罪他儿子忤逆，千刀万剐，凌迟处死。这好。我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我何以自处？何以自处？何以自处？何以自处啊！张廷玉，微臣在。明天带朕去天坛，宣读废黜太子嬴政的诏书，告祭天地。这。佟国维，奴才在。在你一道谕旨，速寄各省督府，昭告天下。朕要在诸皇子中另择新太子，地方二品以上官员，在京四品以上官员
都可以择贤举荐。这。哎呀，这哎呀，这是佟中堂，请佟中堂，佟中堂，以您的意思看，这局面，哎，佟中堂，佟中堂，我看八成是，我看眼下八爷还只有五成胜算。还不到时候，咱们得等他有了七成以后再出手。别急。哦，哎，告诉他们都不要急。先看看再说吧。哦，起轿回府。明白。明白了，到底怎么走也是。哎，您慢着点，您慢着点。十三爷，您请吧。这是给我做的哪门子牢啊？这，我觉得这些事儿不太符合朝廷里的规矩吧。十三爷，我呀不懂那么多的规矩，我只知道您没犯什么罪呀。皇上叫您到这儿来住一阵子，那也是为了磨练磨练您的性子，是吧？十三爷，这要在平时啊，我也不会去攀您的高枝儿。可今儿个您到了我这儿，我怎么着也不能让您受一丁点儿的委屈啊！哎，你瞧瞧啊，这屋子里的家具摆设都是我从家里搬来的，我可没花衙门里头一个大子儿。好，我接受你的这份好心，可是也犯不着把这儿弄得像洞房似的吧？你看，那儿还有个梳妆盒呢。那个灯笼也弄成了红的。我看，这不行，换了吧。换了吧。我说十三爷，您要换哪样都行，唯独这两样东西，是万万换不得的。阿兰，十三爷。说了
谢君一切拜访，请诸位大人都回去吧。哎呀，我等前来是例行请安，只想见见八爷，还烦你通禀一声。是啊是啊，不是我们不愿意通禀，实在是八爷有吩咐，众位大人就别在这儿等了，回去吧。哎呀，这就是。哎呀，九爷失业了，失业了，失业。参见九爷失业。起来起来起来，好热闹啊！哎，怎么不让进去啊？我们都等了半晌午了，八爷就是不进。二位爷，你们同八爷说一声，让我们见见就走。老师啊，这天寒地冻的，大家一片热心，把大家拒之门外，似乎太不近人情啊。是啊，哎，你们进去，进去吧。嗯，八爷说什么，我盯着。啊，走，请，道长，请，哎，道长，请，你请，哎，请，请吧。诸位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位奇人，就是这位张道长。啊，不敢不敢不敢，世外山人幸蒙实业赏识，何敢当一个奇字啊。哎，何止一个奇字，这位张道长简直就是一个神人，天文地理，过去未来，无所不通，无所不晓。哪位不信呢，可以当堂的试试啊。请问张道长可相面？略知一二。那给我相相如何呀？这位大人不是科甲出身吧？道长为何这样说呀？人家说对了，你就回答对了。没错，他不是科甲出身，他的功名是捐来的。张道长，你接着说。大人，地壳方圆，这是祖上积德之相。大人，你的福音不小啊！哎呀，堆积了，家祖家父，在壁乡，都被人家称作是善人呐。按理说，大人的禄命不止现在这样，至少应该三品，神了。那道长，你再说说，我现在为什么只有四品呢？说一句不中听的话，那是因为大人孝道有亏呀。哎呀，佩服啊，佩服啊！确实如此，确实如此啊！哪来的妖道在此妖言惑众？王爷止步。八爷，八爷，适才王爷说山人妖言惑众，山人不敢辩驳，只求王爷让山人再说上几句，倘若说的不对，听凭发落。请哪位大人说一说，这树上是什么？老师，这花儿啊。对呀，就是。它是什么颜色？白色呀，这不是。不错，再请问，这树下站着的是谁？八爷呀。对，八爷是什么人呢？这谁不知道呢？八爷是亲王啊。就是嘛。对了，我再问一句，这白花的白字下面再加一个亲王的王字，这是什么字呢？白皇，皇上的皇字。对对对对对对。这，来人呐！在。把这个妖道给我拿下。这。慢，八哥，这
这可是我请来的客人，你要抓他，不是扫我师爷的脸吗？老石啊，老石，你什么时候才能清醒一点？此人口出狂言，既进反逆，你教什么人不好，非要教这样的人？不用说了，给我拿下！不行，你要拿他，也得他从我那儿离开以后，要不然谁敢再和我师爷交往？啊，师爷的保全之德，张某心领了。张某话一说完，任杀任剐，请便。拿下！这送到宫里去，交皇上发落。